为什么？达人秀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柏霖，我是张若蓉，我是王静，耶、yeah~ yeah~！每人抽一个指定动作或单词，在采访过程中陷害其他人说出来或做出来，注意不能看到自己的被害到的人抽下一个动作，被害最多次的人需抽取惩罚。你没中，但你被打，为什么？不是啦，你要试试看，他试试看，好。蓉蓉在里面呢是饰演凯撒琳，然后是一位专业的女鬼，在414号房是她的都市传说。我现在很谨慎，大家现在讲话变得很紧张。陈柏霖在片中饰演的角色叫马寇斗兜哥，很喜欢照顾大家，然后他的招牌就是这个。那你们一起唱一下，你站起来跳了。那我们帮你配乐。哎，那你要跳整首吗？好啦好啦，整首你确定？爱的实现。我想要你我啊！哎，我以为我会弄到你。那现在换谁介绍谁啊？让王静介绍自己。同学，同学什么？你干嘛？是一个菜鸟鬼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哦，到。我该不会是脚吧？当初看到对方的鬼装，第一的想法是什么？我觉得除了蓉蓉姐以外，没有人可以驾驭这种装。除了王静以外，没人可以穿那套女学生制服。有，你也可以，你可以，我也可以。我想我的角色。那如果你平常就是在，对不起，在日常生活中要再穿这种制服，你 OK 吗？不 OK 啊，完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啊，原来是这个哦 ！Yes， 不然你以为我们干嘛这样跳舞啊？有没有什么有趣的 NG 片段或拍摄过程中令你印象深刻的事？你有什么问题？长官，长官怎么样？对戏我觉得很好笑。你知道在哪一场？就是那个啊 ，party 啊。我说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不要吓我哎、欸！什么啊？我真的觉得 NG 片段根本没在，有没有正常？我很谨慎，没有在听人家跟谁对戏。有蟑螂，哪里？站你脚边，站你脚边，站你脚边，不要动。这个太突然，我要配合你。在现实生活中有遇过什么灵异事件吗？你不会套文化？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会直接他们在引导你到。本身有，可是拍戏的时候没有，可能有带一点任务吧，所以会比较喜欢我，但是不会伤害我。那你真的是一个很正义的人哎、欸、，Maybe， 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都没有发生过。下一题，你的在拍其他戏的时候，然后有一次就机器就突然整个都停掉了。就要给他们乖乖，对，然后就是都不行这样，然后隔天就好了这样。而且是在泰国拍的，当下你们不会觉得很问号吗？我就会这样子，你们为什么？你很逊哎！在电影中，张蓉蓉和王静有许多高难度动作，事前有做哪些准备？有先去武术指导的那个 studio 做很多身体肢体训练，包含我跟乙提的打斗，还有。滑垒啊、嗯，真的非常。他也有练，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？后空翻，没有后空翻，真的非常好看。跟王静就是他被我这样子。我有去游泳，又去游泳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你很强哎、欸！想问歌曲《爱的视线》当初练习多久？我陪你就跳。好、哦，你要起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很可怕哎、欸！没事啦，不要这么真的没事。那当初练习多久？当初练习对啊，当初練習哦，当初不用练习，当初练习了都没有在听几个小时吧。你长得跟初恋没什么两样哎、欸，
你都没有怎么变。好，不要打，我在访问。对，然后录音长什么样子？录音录了三个小时。录音录三个小时。四个小时。讲了。哇，你终于完成了。我、哦、好累哦，看得很难的。中有像是不管怎么努力都没成效，即遇到过去的瓶颈，自己曾经在哪个阶段有跑出这些念头吗？为什么我很快乐？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快乐。你看起来很惶恐。有时候碰到一些很难沟通或者是比较没有逻辑的剧本跟创作领导者，会觉得有一点担心，然后也害怕对手接不到我精心准备的球，之后就会比较沮丧。问题是什么？就是瓶颈。我很开心。你很认真吗？我很开心。请艺人用一个 hashtag 推荐这部电影。hashtag 鬼才知道超好看。hashtag 一直在等你讲，我遇到一些 trouble 还是什么，有一些 problem。#hashtag 鬼才知道看到笑笑到哭。#hashtag 鬼才知道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，不要等到电影下片了，然后才后悔说当初怎么没有去戏院看。#hashtag 有哭有笑有血有泪。放马过来没害怕，有小编出题，三人需要按铃抢答，分数最低的两位需进行惩罚。上映时间六个字，来哦，三二一，我八月七日上映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八月七日上映，请说出电影中两个经典台词，三二一。好，王静王静，对，你问了，没没了没了没了，没了问，不要知道题目了。你会中，好恨啊。OK OK， 好，来喽，请问。周哥的地鬼阵的专长是什么？他上面写三二一，你已经不行了。三二一，三个字。德帅。对，请说出张龙龙最有魅力的地方，七个字。三二一。哎呀，坏了，大哥。天生丽质难自弃。哦、oh, 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哇靠！来哦，靠什么？很强哎、欸。立刻想到七个字，下一题，请说出王静最呛的行为，六个字，三二一，好，三个字，六个字，哎、欸，不行，这个人不行啊，他不行，随时随地睡觉。下一题有点难哦，请问西门町的海报上响红专线电话号码是几号？三二一，0487414144，对，三二一。杀敌价，根本没有看图片，你根本就是三二一来看，猜一猜完然后才看。安娜贝尔，对，聂小倩，对对对，张龙，名字，凯撒琳，对对对，我已经抓到诀窍了。这什么？哦，你看要飞侠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不知道。月老，月老，我，什么什么，鬼小女，小女，哎，三，谁没说话作弊啊？谁？三，好，这我还有一题，还有一题，好不好？让我们玩完。谁呀？赵燕的那个，不行啊！名字，恐龙，扣一分。用凯撒琳花同学的经典表情和动作进行宣传。反正我个人就觉得你们这些社畜都没事干的话，为什么不来看场电影呢？啊，看没事吧？鬼才知道，血泪交织，超级好看。爱的实现，又近又远，等你来哦，拜拜。好恨的、啊。